跟那个材料差别也太大了吧。今天有一位特别性感的女粉丝找我订一只手镯，做好以后我们直接送过去，看看她戴上以后能打几分。加工手镯大概需要两天，帮小姐姐操碎了心。在这个写字楼里面，应该是这里。Hello， 小姐姐。对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对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天元旦还要工作吗？嗯，对，我最近公司比较忙，所以一直都在工作。小姐姐本人更加性感一点。这小伙子说话中听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手镯。嗯，好。天哪，这跟那个材料差别也太大了吧？对，原材料没加工以前都是比较毛躁的，感觉它在发光 bling bling 的，我的天哪，好好看，漂亮吧？喜欢，是的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好，小姐姐，我们戴上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嗯，好，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可以，好，放松放松，小伙子，别握那么紧。好了，给小姐姐上特写。